大家好，我是李正宇，我今天要演出的是小提琴独奏，要为我伴奏的是仙子学姐。我今天要演出的是不轨舞曲，不轨舞曲是一首轻快的二拍子法国舞曲。韩戈尔是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，作曲非常丰富，是刚开始重要的作曲家之一。此首为长笛奏鸣曲，请大家慢慢欣赏。